他在这儿。小五，快到我身后。我现在完全成就人形了，要获取魂环，也需要猎杀魂兽。以你的身体状况，吸收十万年魂环尚有风险，但五六万年的魂兽魂环应该没问题。地穴魔蛛的穿刺技能，既然你决意攻击我，那就只能迎击了。以我获取第四魂环时遇到的那只三万年的地穴魔蛛还要大，求人的笼罩范围也都出了五倍不止。哥，眼前这只魔蛛的级别绝对不简单。这是一只修为超过了五万年的地穴蛛皇，正好是补充我第四魂环的最佳选择。邪魔左腿魂骨技能，五经邪魔斧。这地穴蛛皇虽然强大，但他面对的是来自十万年魂兽邪魔虎鲸王的魂骨技能。阵样，可惜我对这招了如指掌。这是二明的泰坦左臂魂骨技能。强行压缩了这些尖刺，只是没想到连地穴蛛皇也被压入了地面。这个重力效果确实强悍，不过我现在的杀神领域是由海神之光加持的，这只蛛皇能在这种情况下彻底隐去气息，必须保持静止不动，所以接下来只有能逼他走动。第八魂技，蓝银邪魔镜之灭。找到了，等我，小五。